这正版的天梭总重量70克，然后它会有一个黑色的机芯。这可以拔起来，它是用920的那个电池，它这个扣损是蛮特别的，它一个旁边这有一个凸槽，就这凸槽是对这个点，那个所有的机芯是长这样的。很美的一个那个手表，这是雅士的，是原厂的那个皮套。那它原厂的那个扣环，那基本上这里没有什么硬气的东西，这比较平易近款的那个天梭，22mm的皮带。